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考拉，欢迎观看本期的茉莉说生活。糖尿病是常见的老年疾病，但在近些年也逐渐年轻化。而如果糖尿病患者稍有不注意食用了升糖的食物，体内的血糖升高，那就会引起各种并发症，对身体健康非常的不利。而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两种食物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。第一呢是苦荞，苦荞分黄苦荞和黑苦荞，它的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等多种物质，它能够软化血管，改善循环，还能够增强免疫，而且呢还能够延缓餐后血糖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，提高细胞和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。第二种是藜麦，藜麦这种食物属于零胆固醇的食物，它含有的物质很多，其中就包括类黄酮物质和维生素等等，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软化血管，还能够促进糖的代谢和胰岛素的分泌，对调节血糖有一定的帮助。那除了这两种食物外，你还知道哪些食物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的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好了，今天这期分享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记得关注茉莉说生活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